看你要在后面，你要在后面。好。好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你是赫哲的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看到过你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住哪里？我没补习，但我今天看到你走出来，我就跟到这里了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没有看到过你啊。但今天赫哲有上课，随便猜一猜，有一半几率会中吗？哦，我还差点相信了。你刚刚是不是突然不想逛街了？还在想等等要怎么摆脱这个变态啊？刚刚那个建中生还是你的同伙？不，